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在那边做什么事情，人家会以同样的角度去看台湾，所以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台湾，我在那边的话，我就是要，就算我真的受伤没有办法再打了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说我是台湾人，然后我到那边我会很认真的去对我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样。